明正法师好，提问：应该什么时间烧香上几次香？应该早晨和晚上上香，上两次就可以。如果你有时间，中午再上香一次也可以。还有念经应什么时间好？任何时间都好。不上香可以念经吗？完全可以。明正法师，我今年18岁，从小体弱多病，已有半年在家休息，不能上学。现在在家念地藏经，对身体是不是有好处？绝对有好处。